大厅太没有一点良心了。好好好，这三年呐，你就把我赶出来了。74岁白发苍苍的大陆阿嬷忍不住流下眼泪。18年前嫁了台湾再婚，4年前老伴去世后，竟被原配家人赶出门，但阿嬷就只求能拿回老伴和马英九的合照。那房子不让我住，我也没有法进去啊，我没法住，我东西在那的，他给那我不要的东西，他都给我拿出来给我了。地上摆放的水果和食物都是爱心人士所送来的。大陆阿嬷被赶出来后，临时租了一间3000块不到5平大的小套房。阿嬷患有白内障，大陆女儿跨海来台照顾母亲。原配家庭不满阿嬷带自己的亲生女儿回家住，就将母女两人扫地出门。一件件行李和杂物堆叠在房间角落，阿嬷哭诉这是家人整理好请她拿走的，但阿嬷的媳妇却出面喊冤。因为你女儿跟我们没有什么任何血缘关系，对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她那一天晚上竟然偷偷的把她女儿给我藏在二楼。要是你，你会不会抓狂吗？我当然是半夜就把她赶出去。阿嬷母女俩现在相依为命，住在这简陋的套房里。眼看就快过年了，本该是合家团聚的时刻，却被自己的家人赶了出来，让人看了不禁鼻酸。记者徐玉露、黄玉涵，台东报道。